东西可以使你的命和运全部的改变，那就是我们的佛法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台长，请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女儿，2007年属猪的，想看身上有没有灵性。自闭症，也是脑子问题。对，他有学习障碍，他怕见人也是。对，怕见人就是自闭，听得懂吗？对。看见什么都害怕。对，胆子很小。喜欢在家里，在房间里一个人关在房间里。对。嗯。不过最近他很不敢去房间睡觉，老是跑出来。我看看他房间有没有啊？哦，你把他房间里那个玩具啊，一个很大的一个动物玩具，赶快拿掉。好，谢谢。听得懂吗？对，他说常叫把他叫醒了。对了，就是那个动物，这个灵性现在在那个动物里边，听不懂啊？可以，只要把它收起来，对吗？这么简单就不要找卢台长了，你们去找驴台长好了。要念几张小房子，卢台长？现在嘛才对呀，把它收起来啊，这么容易啊？对不起。你去看看我们斗战胜佛要收。降妖除魔的时候这么容易啊？你看看，哎呀，斗战胜佛，把它收起来吧。收衣服啊？好好给他念了27张小房子。好。经常跳来跳去的。可以。而且你们家里晚上都听得到他声音的。对。对对对。明白了吗啦？我现在都看见你们家里了。啊，我只要先跟他念27张小房子。先把房间里的去掉，然后在身上的慢慢去。OK。明白吗？可以的。身上有一个鬼，蛮厉害的，长得呢比较大了，就是应该我看这应该是你掉过的孩子，听得懂吗？我没有掉过孩子，不过我妈妈有打过胎。你没掉过孩子是吧？对。你有没有流产啊？没有。你老公今天在不在啊？不在。不在为什么不讲实话？台长会看不见的。可能是不小心的，我不知道。记住了，赶快给他念掉。这样太远了。这个灵性，你先帮他念21章。明白了吗？好。然后你女儿身上一共念800章。好。女儿这个毛病很容易好的，一点不成问题。台长要看看她这种啊，哎，小菜一碟。好的，谢谢师父，谢谢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刚刚已经给女儿加持过了，感恩，一点都没有问题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只要叫她经常合掌，想着菩萨，菩萨就来啦。好的，谢谢。小姑娘，合掌呢？合掌。合掌。哎，来合掌。合掌。哎，哎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你右手给他带了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手表啊？右手是手表。啊，带个魂呐、啊，不要带手表啊！这种孩子不要给他带手表。好的，好的。而且是银色的，他气场已经不好了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好的。这小姑娘已经好一点了，开始。谢谢师傅、哎，谢谢师傅。她不大讲话，不愿意讲话。对。但是她也不是不会讲话，叫卢爷爷好。卢爷爷好。卢爷爷好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你看得见？你等等啊，你等等啊，你问她看得见卢爷爷头上有什么？哎，看看卢爷爷头上有什么。有没有光啊？有没有菩萨、啊？卢爷爷头上看，仔细看。有。谢谢师父，谢谢。好好念经啦，好不好？这些孩子绝对看得见，因为他们身上有灵性了嘛，所以都看得见。你讲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把罪恶。
间我